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电扶梯的时间开场，哎，今天台中好烦哦，下次请别的地方的乡亲再多让我们下去一下，要不然每次都台中，已经去到不知道要去哪里，还是台中人比较热情，比较有相处。敢这样讲会不会开地图炮哈？对，我就是要开地图炮，你们其他县市的也记得要找我们去雇车，好不好？不要老是台中，我已经去到很腻了。现在疫情严重，口罩要戴好。好不好？台面上的有这么多，台面下不知道有多少。哎，刚画面一转，直接到这边。是吗？因为那个高铁现在防疫升级，所以那个就都没有拍，没有讲什么。好了，2012年的四轮传动的佛瑞斯特2.0XS，这是旧款。阿赖，你认得吗？不知道。这是旧款。哎，我觉得这。吓到你知道吗？吓到、欸！这车主的经历，检察官、法官、现在律师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你不要乱讲话，我都不敢讲话，好不好？没有出现在镜头前面正常，但是嘛，等一下我也不敢乱讲话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成为呈堂证供，要不然我就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法官大人，在下只是假设，请问假设犯了什么罪呢？我就是用假设的就好了。拿去就说，哎、欸，这个假设呢，如果这个车20万的话，可以吗？这样，假设，哎，您不要生气，您不要生气，我只是假设而已。哦，他有讲这个客户一级棒，他说小师，因为现在台中缺水，如果说我给你雇车的时候车子有脏，请你不要帮我扣钱。我说没有，有你这句话，我还加钱。有水当吃，无水之苦，人尽己知，你尽己命。好，发动，看一下里程数哈。其实这个当初已经约蛮久了，所以他已经换新车了，他是换那个沃尔沃。哎，12万公里。我跟你讲，台中间那么热，今天30几度了，如果冷气不够冷的话，应该开不到。还是他前一天晚上先开一顶，然后再坐车来。哦，为了要，或者是叫拖车拖来的哈、哦，为了要那个掩饰说冷气不够冷这件事情。哎、欸，不要看哎、欸，有些人不是要亮引擎灯吗？为了要去车厂雇车，先把引擎灯消掉，花个500块去叫那个修理厂说，哎、欸，把我故障码全部消掉，然后再开来。那更不要说冷气不冷，先开去花800块灌个冷媒。再开来给我们估，所以基本上哦，不要说车上很鸡歪啊，很贼啊，我想消费者也差不多啦，为了卖好价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跟你讲，看车不用看，不用看，检察官、法官、律师，我问你，他名誉重不重要？对啊，他不会骗人啊，对不对？他骗我的话，我就妈，我去爆浆公社，哦，不是爆浆，爆浆是那种，哦，不是对，爆料公社，对不对？不行嘛，安呐，妥当。吧，我就外表大概看一下，啊，轮胎大概看一下。哦，对，要讲价钱，要假设说，哎，假设这个如果20万可不可以卖呢？对不对？好，因为这个轮胎感觉，我只是感觉好像有一点点状况没那么好，看一下。哦，16的，有点旧了。这边有电动。我在等他。灯都换过了。灯换过，那也有贴纸，是副厂的贴纸。两个都换过。对，两个都换过。好了，看完了。好，就这样。进入下一个最这个关键的环节，至尊对决。啊，重点就是多少钱啊？对啊，多少钱？随便。什
什么随便，不要乱，不要乱来了啊！你收多少多少？随便啊，我没有，我都来了，就是今天就是打算要任人宰割，不是啊？没有啦，其实我们基本上下来都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之前是说，你有跟我讲过吗？对，我说哎、啊、看二十万，你说哎、欸、你说想卖二十五万，他说哎、欸、中间谈一下，好说多少钱？对啊，就那不然就中间啊。好，220，耶，搞定，谢谢。看到没有？对不对？讲价钱，那十秒钟搞定了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今天来这一趟，重点已经不是车，不是价钱，重点今天是见面会。你看，人家连停车费都要帮我们缴，这也算同温层。不然以为比我年轻，就年纪跟我差不多。看到没有？3%+，我是有的。对，3%+。对不对？后台数据3%+，女性观众我也是有的啦，高阶观众我们也是有的啦。哎，医师对不对？律师、小师老师，哦，这不算是不是？不是，人真的很好，让感受到那个温暖，因为真的很热哦。今天30几度，够预备在停车场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他刚刚有推荐3间嘛，要3间的挑战，1间来。3间都要去了，我晚上还要直播哎、欸，然后就是这个大热天带你去吃臭豆腐，让你回去要满脸都是青春痘。好，然后哎、欸，结束了，欸、然后阿来，我们就在刚刚，我们又开发出了新的单元，你会吃什么？妈的，你要去哪里？你会吃什么？今天要干嘛？看啊！我先想想，先结出来这个2012年的佛瑞斯特哈，我们已估了啦。哦，7788不要紧，20几万就买了。因为本来我说20，他说25。今天来我们10秒钟的时间，他说好，中间一句话。好、哦，他为了要粉丝见面会，我其实是真的也是要买车啦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最后我们成交的价格就取中间22.5万。再来就是问客人，好、哦，已估了以后问客人说，现在这个时间3点钟，好、哦，如果给你有了这个一点这个空闲的时间要去吃下午茶，你会去吃什么？哎、欸，答案就出来。因为本来叫他推荐，他觉得压力很大，你知道吗？他不知道推荐什么，哎、欸，马上就问出来。好，接下来美食水水干干，哎、欸，那个千多把它改成干这样，然后把它做在封面上，会不会被干掉？美食水水干干这样啊，豆干的干啊，啊，会不会被干掉？我没有人发现，以为是芊芊就对了。啊，搞不好芊芊本人会进来看，干谁在模仿我？妈的，可是我们是干干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就是带大家去吃这个客人推荐的臭豆腐。梁婆婆臭豆腐，对，这你看今天30几度，太阳这样，好、哦，后面有这个阿呆那个暴躁，压起来，规个接受的，压起来冻袂掉，暗时讲过拍过，锵讲听，好、哦，好，出发，吃什么？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有凉面呢。来拍先给大家看看，这是客人推荐的，看一下菜单。哇，这个是整合的，哎、欸，它的凉面是宽的、欸、是扁的，宽宽扁扁的面，酷哦。好，直接处理看看，我先吃原味啊、哦。哎、欸，它这个是好多芝麻、欸，黑芝麻，这是看得到芝麻的麻酱，不是啊，外面麻酱好像是白芝麻，我不知道，我试看看，我先试看看，哎、欸，这宽的、欸，很少吃到宽的。梁妈妈，梁婆婆，梁婆婆臭豆腐，这是梁瑟翰她妈妈。这个是菜头虱目鱼丸汤，基本上这个应该都标准款，味道应该都一样。我看看，这汤头很重要。嗯，一样，好不好？就是观众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个味道，算清淡的。啊，我先吃的，我好期待吃的。今天天气那么热。嗯，哎、欸，面 Q 哎、欸，有咬劲。我本来以为它的酱很少，你看它酱很小包而已，有没有？嗯。我把盐倒进去，看起来好像感觉会味道不够，就不会。然后这味道是有很香的芝麻味，真的很香的芝麻味。可是酱汁是甜甜的，偏甜的，你大家吃就知道，偏甜，就比较没有酸跟咸的成分。我是喜欢吃酸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刚刚老板认出我们。送了2杯酸梅汤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
两杯酸梅汤，我们帮他推广美食，便宜吧？便宜，应该便宜吧？对不对？以后妈，我们跟那个慈善玩家一样，等红起来以后，我告诉你，那不是5000、8000可以解决的事情。门口以后啊，要挂那个红布条，感谢小吃汽车生活频道，啊、哦，不成采访。它都有素的，荤的跟素的都可以吃，素的应该是没有蒜。哦，对。啊、素香肠，不要素。我看瘦肉什么？第一个我会看它泡菜的量给的够不够。我跟你讲，你既然都决定要卖臭豆腐了，对不对？泡菜不要小气，宁愿让人家吃到觉得哇泡菜好吃，也不要让人家觉得泡菜很少。那它这一种是有点类似港式的臭豆腐做法，这叫港式的。对，你看它第一个它是正方形的，你如果是台湾的那种是比较像豆干的那种形状，有没有？比较稍扁，然后它会切成很多块。那我们就比较台式，那港式的就通常都是一个方形，然后它会重点是它会把中间挖一个洞，把酱汁灌在中间，这种就叫港式。他们说是说港式，可是我也没去香港吃过，我不晓得。那这个哈、哦，通常蛮硬蛮脆的，可是这吃这个很讨厌，就是你一咬下去汁就喷出来，这种很讨厌，这样会烫口，所以吃的时候要小心，看它烫不烫。没有很臭、啊，不够臭，不一定说是臭就好吃啊，就是，只是说没有那个臭豆腐的那个味道没那么重，比较偏向炸豆腐一点。哦，还有一种，我跟你讲，你去外面吃臭豆腐，你要记得，臭豆腐你要做的好吃要怎么样子？先炸过一遍，然后你觉得到一个程度以后，要先拿上来，全部都剪成一小块一小块，之后呢，再到高温的油锅炸第二遍，那个豆腐才会酥脆的好吃。所以你去看那个炸臭豆腐啊，如果它有两个锅子，我讲那都专业。不相信你下次阿丹你下次去看，为什么你会知道？为什么都知道这些奇奇怪怪的？我小小厨神呢、欸，你讲功力，你卖看我呢，我要煮饭呢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会煮东西好不好？我以前有开过小吃店，你有开过小吃店？我以前讲过你忘了，你卖什么？等下再跟你讲。反正呢，这个臭豆腐大家去看，你如果去看那种要好吃要酥脆，它都要有一个低温跟一个高温，高温是最后收尾快速炸，它炸到酥脆。那你去看它如果两个油锅臭豆腐店，基本上它臭豆腐一定要好吃。泡菜腌的好不好也是一个关键。嗯，也是偏甜，泡菜还是有点酸才会开胃，才会带出那个清爽感，这样子。我觉得它的豆腐真的吃起来比较偏炸豆腐，炸豆腐对，真的没有那个台式臭豆腐的那个臭味那么重。所以你如果是不喜欢吃太重的那个臭豆腐口味，你可以来吃这个，因为当作来吃炸豆腐，有点点香味，还不错，过关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那个客人介绍这间 OK， 大家有在台中可以来吃看看，而且它一份有一二三四五块嘛。对，一份五块，五块，然后他们吃就回台北，然后他在快吃，不然他就好可怜，为了拍我在拉比赛整晚都来啊，好，开动，太好吃了，我要外带，外带，对，可以，可以签，可以啊，这没啦，没红啦，没啦，啊，没红啊，可以跟你合照一下，没关系，他找我签名，我说又不红，很丢脸，人家不知道是谁，对啊，太丢脸了，谢谢。赞，老板害羞，他是不是害羞？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老板害羞，我说通常老板都比较害羞。妈，那你们老板他妈在外面他妈摇屁股、抱头露面的成何体统？我跟你讲，刚那个，你是不是在卖中午车那个？他想不起来。我在前面付钱的时候，他在后面 Google 啊，小芝麻，真的。天哪，我操！那安呢？出客人哦。他一开始我跟他还想不起来，后来我进去付钱的时候他在 Google， 然后他才追出来。你加油，好不好？还不够红。不过不错了呢。老板也是看他这个人面熟面熟面熟哦，对不对？就跟那个台志远一样，他出去然后那个嘛，徐孝顺。又要买阿明吃了。我老婆爱吃啊，有的话就帮他买，没有的话就。你不觉得阿明吃很好吃吗？很好吃啊，干它超好吃的，好不好？那个吃的会他妈受不了那里面的那个馅超好吃的，那么吃的会那个你知道吗？会上瘾，会上瘾，对不对？会想再吃第二个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
哎、欸，你看前面阿明斯，你看我记得没错，行阿拉的啦。不要跟你开玩笑，等一下我下去买。这黄线，黄线可以停，黄线可以暂停。有没有？你看有买多送一片，有没有阿呆？人家就可以吃了。好了，那就直接下回去了啊。环东哦，你有拍啊、哦？环东，这代表什么？家里近，好不好？开了两个小时，终于要到了。那刚试起来哦，就是轮胎觉得轮噪声比较大了。但是买的时候就知道了，轮胎五年了也该换了。我刚回来只怕怕的，五年的胎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。然后后面那个行李箱的那个板子啊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可能要抓一下声音。那剩下就开起来没什么问题，冷气也够了，换挡顺畅，跳档节奏漂亮。看过那个广告文，换挡节奏漂亮，到底什么叫做换挡节奏漂亮啊、哦？就是很顺畅啊，也没有什么觉得怪怪的，换挡不顺畅、顿挫啊，什么也没有，四轮传动的。除了刚爬山一坡有点喘，这是真的。要踩很深呐、啊，但我没有踩到底啊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爬山一坡，其实你踩到底应该都爬得上去啦。只是说你就觉得说它转速很高，引擎很大声，你就觉得它很累而已，你会觉得它很辛苦，所以你就不忍心把它踩到底。那剩下的就还不错，回去再检查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这个台中已孤之旅就到这边、啊，还要讲订阅吗？随便他们的，随便他们哈。对，我也觉得还是订阅一下，拜托了。哎，订阅到底要干嘛？阿呆订阅要干嘛？你一直叫人家订阅，他订阅到底要干嘛？有什么好处？要钱呐、啊？跟谁要？哦，跟厂商要钱、啊。跟厂商要钱，他、啊、跟厂商要钱有什么好处？观众什么好处？观众就会有更多片可以看，对吗？搞不好更多福利，对不对？哈，啊，我们片的制作费就更高嘛，对不对？下次见了，拜拜。已孤哦，2012年，佛瑞斯特。我开一家卖臭豆腐店，我门口先贴严禁外带，要不然你带回家，然后说我家的臭豆腐不好吃，我怎么受得了？对不对？要你就在那边就吃，站着吃完再走，不然你不要买，买了你就他妈站在那边就吃完再走，不然不准走。啊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看到妈那么屌的老板？